这一球打得结实哦，中外手退后来得及吗？落地形成一个安打。二连安打。这个球转传过来 ，safe。艾迪要把他脚搬开了，好像有点抽筋。救筋！艾迪趁人之危，直接用台离用推的叫他推开。艾迪还不放弃。艾迪说：“我震惊的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”哇！但这个球杨代勋状况真的相当的好。这个球也投到红中来了，就掌握得很好。中外手蔡志宇啊，接到之后很快的做一个回传。抽筋。那艾迪是说瞬间呢、啊，他 tag 的时候，他脚稍稍有点，等于是踩又稍微离开一点点。裁判认为没有，当然就